光の中に幸せを描いた勇気か希望や夢は壊れてないのに叶うように強く願う闇の中に飛び込むたび踏み出した気がしていて絶望に負けたくないから煌めく世界が四国に消えたっていつか輝き見せる響き合わせた言葉だけを辿って生きる意味を探した光の中に幸せを描いた勇気か希望や夢は壊れてないのに叶うように強く願う闇の中に飛び込むたび
哇，所以我刚刚在对空气讲话。好，那么第一张热手图。夜骑最后还是追上来了、啊，这个分数，这张热手图真的是选的不错。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 Caster 选的热手图。
Custer 就选了一个很长的图哦，不过应该是不能选那么长的。我现在 Custer 选的热搜图是 IO Chikai Shi Hime Kazari 这张图 BPM 我记得是210，拿来当热搜图也不错。它有一些非常规的一些跳的移动哦，好，我们 Custer 这里先断了。不过他开了 HR， 他是要为等一下做准备吗？叶奇这一节要300 combo 了。
哇，卡斯特这边，卡斯特这里的移动很漂亮啊。卡斯特这边移动真的很漂亮哦，接下来进入到间奏的地方。卡斯特 HR 还可以维持90的 ACC。这张图来说，我觉得不是非常容易啊。不过只是热手嘛。卡斯特这边这个移动定歪了。好，那么我们的卡斯特这里选的热手图结束了。那么他们现在要开始比赛图，因为刚才是夜骑弱点数赢了，所以他可以选择先 ban 跟先选图，或是后 ban 后选图。哦，夜骑先选了后变后选哦，所以这样 caster 就要先选图，先变图。感觉 caster 的榜偏向 HDHR 跟 HTDT 哦，夜骑这里则是 normal 比较多。这样感觉好像夜骑应该会偏向选 normal 的图哦。夜骑真的是用生命在屙屎啊！
不错，这份决心很感动人心。哦，单押。我们 caster 先变了一张 normal 的 joint struggle 这张串图。然后我们夜骑这里变的是 HR 的 Fulton Field， 哦，就是串图。那么我们的 caster 要先选图，caster 这里选了 Sayonara Heaven， 哦，这张图的出现感觉每一场64强每一场几乎都有出现哦。我们第一场正式开始，caster 选的 Sayonara Heaven。哇，我们 caster 刚开始的 ACC。哦，没有，卡车刚开始有断掉。好，接下来我们夜骑马上，哦，他不但有 combo 上的优势，现在 ACC 都是 99.5 啊，这个优势不小啊。不过他能把握住这个优势，撑到最后吗？我们副歌要开始，哇！夜骑这里竟然断了，这个断得很亏啊，这个真的很伤。夜骑又断了一次 ，caster 现在这里还接着 combo。现在 ACC caster 也比较占上优势的啊。哦，我们这里 caster 断了，我们现在分差有130,000左右。有机会吗？啊，我们夜骑这里又断了，这下子看来是有点
无力回天了。那分差还有将近十万。哦，那么我们 Custer 拿下第一局。Custer 这边是七个一百跟四个 miss 啊，夜袭这里是五个一百跟一个五十，还有两个 miss。Custer 赢在他的 combo。接下来轮到夜袭选图，他选的是 DT。东方这张，Moon Man or Dark Side， 他在这里对夜袭说：“吃毒啊，刚出院就 DT。”哇，夜袭的决心，他真的是拼了生命在打。双方的 ACC 就差不多。我们双方在连续两个四方跳这里都断了。我们夜袭在五连打接滑跳这里也又断了一次。我们夜袭这里又断了一次。这下，我们 Custer 也有断。不过夜袭这里又断了一次，现在两边的分数只有差两万多而已，歌曲也快要到一半而已。Combo 现在目前只差了30左右，夜袭还是有机会追回来。Custer 已经到300多 combo 了，我们 Custer 这一段了，这是夜袭的机会，我们夜袭马上就把分数拉回来了，现在已经领先了，哇，夜袭现在来到500 combo， 歌曲还有四分之一 ，Custer 这里也还有机会，如果夜袭在这里就断，不过 Custer 这里屡屡的断掉。夜袭这里已经接到600多了，哇！夜袭断了，不过歌曲剩下八分之一了，分差十二万左右，看来这局已经成定局了。我们做一个转圈哦，我们夜袭拿下。自己选的 DT 图哦，现在目前1-1。Custer 这里9个 miss， 93.2%。我们夜袭这里只有3个 miss 而已，97.7%，94.7%。我目前又到了 Custer 选图哦。
我们 Caster 这里选了 HR Pick。有注意上你有多辛苦。这张 HR 图好像也蛮多人选的，不少人选。好，那么我们这张图要开始了。夜骑开始移动有点偏掉，先断了一次。我们看到这里的移动很到位哦，很漂亮。我刚刚那个维天打很陡，不过我们夜骑这边也都接到 combo， 差在刚开始的一个 miss。一段副歌，哇！夜袭刚刚的五连打，我们夜袭断了一个滑条，卡水也断了，现在分差有90000左右，应该是。初期的 combo 跟夜骑的 ACC 哦，夜骑 ACC 不甚理想。歌曲还有三分之一。哇，刚才夜骑那个抖。哇，夜骑这里断了，我 caster 这里也断了，歌曲还有四分之一，分差150000左右。夜骑写了个 no， caster 画了一个表情。我们试试歌曲，也差不多将近来到尾声。我们 caster 又断了一次，不过应该也不会影响这局的结果，是由我们的 caster 拿下这一局。目前2-1领先。我 caster 还是一个 S 哦，他是断在滑条。好啦 ，Noob， 他选 Noob。夜骑这里选了 DT Free Tomorrow。我们自己选的夜骑选的图，现在要开始了。
我这张图如果我这张图有没有练，我觉得蛮有感的哦。他有一些偶数连打出剑，有可能会把握不到。哦，现在夜行98.8，他车这里84.5。好，夜袭，好像手开始抖起来了。哦、他车这里先断了，夜袭有很大的优势哦。啊，夜袭刚刚在那里，他是把三连打打成二连打了吗？现在分差只有10000而已。双方 ACC 差不多，但是 Caster 有多了将近70的 combo 啊！我们夜袭这里又断了一次，优势马上就被 Caster 那边拿走了。我们这里歌曲差不多来到一半 ，Lose 谁手？还说不准啊！哦，这个连打，一起上差点断掉。我们 Caster 这边已经要接到500 combo 了，我们一起这里又断了。哇，对啊，这个真的是很伤。卡特这边 combo 有维持住，哇，这下子夜袭真的是很难再追了。Caster 最后都接起来了、哦，最后 Caster 哇，夜袭选的图被 Caster 拿下来啊，然后又是 Caster 赛末点加上选加上这个 pick 哦，这一分真的是很亏。
哦，我们现在 Caster 选了一张 Normal。这样是 Ten Yo No Mai， 有点小复杂的连打，配一点很快速的来回滑跳。江湖不小心就会断掉。好，那我们比赛开始了。哇，我们开始这一串夜骑哦，我们卡车这里也断了。不过我们刚开始夜骑的 ACC 掉太多了。就不太好追。啊！你直接刚那个高速转滑条接另外一个滑条那里断掉了。卡车前面这边断了，不过哦，歌曲大概还有三分之一，夜骑有机会哦。啊，完了，夜骑这边断了，那真的会很难追。哦，这个连打，两个人都接到了。这边是二连五连打哦。我们卡车又断了，不过我们夜骑这里，哦，哇，我们这里啊，这一局夜骑很可惜啊，中间断一两次，好，不，我们这一局结束，由卡车拿下这一局，晋级到32强。哇，只差了6万分而已。